脸，不知道是我那时候抹到还是烤的时候被抹到了，然后盘子做出来的样子长这个样子，还蛮可爱的。那黑色部分还蛮充足的，虽然就是其他颜色看起来有点淡啦，就是这是其中一个作品的，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盘子的，然后我个人是一次做两个啊，我朋友的话就只有做盘子。盘子做起来还蛮有成就感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随便捏捏也很可爱。我原本这个是分开的，但是发现就是它只算一件作品的话，就是这个就只能粘在上面，这样算一件作品，这样就给你们做参考咯。如果你想知道我在哪里做的话，我都已经写在下面资讯栏里面了。台湾的手作咖啡厅真的好少，有合在一起的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可以花一段时间就是泡在那边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不要忘记这边还有其他推荐影片哦。那就这样咯，安妞。